坐飞机不会晕啊？要飞起来跑的。刚好他也是接来。小飞机啊，你们用小飞机啊？是因为我们很清楚，是我去当兵的前一年，我们那个岛没有飞机刚好拍的。别的澎湖不一样吗？没有，我问他是干的。然后那个谁，我你开民航机吗？啊，你有你。